京东好物来加码，破案神速又潇洒。本节目由首次冠名大侦探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。零蔗糖好酸奶，探案更出彩。感谢新一代健康酸奶 AMX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兴趣相投就来 SOU， 探案剧情聊不够。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 SOU APP 赞助播出。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抢先看正片，尊享超前彩蛋，名侦探俱乐部节目同款实景，独家原创密室体验，尽在 MCT。 大侦探规则升级，奢侈侦探排名榜。本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京东提供的侦探徽章，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，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。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：单骑投凶时，侦探可在2轮各投出1票，共计2票；侦探助理及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。 若检举凶手成功，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；侦探若2轮都投对，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；若检举凶手失败，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。此外，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，代理会长可投2票，玩家每人可投1票。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。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，拥有京东侦探徽章的发放权，不参与最终排名。 上一集 ，NZND OB 限定演唱会即将举办，彩排之时，却突然传来一声枪响。针尖户！众人发现 MG 疗养院的工作人员针尖户死在了自己的房间，疑似中枪而亡。经过初步排查，凶手就锁定在住在音乐区的5人之中，他们分别是何美味、吴高音、假跳舞、大主唱。 张忠宝，何美味的记忆为何出现了偏差？何美男人在何处？娱乐室的电脑里还藏着什么秘密？第一现场到底是不是真的房间？凶手究竟是如何作案的？案件扑朔迷离，等待玩家侦破。经过分析与讨论，各位嫌疑人的杀机依次显露。 你觉得吴有可能吗？他的时间线太简单了。他说他吃完饭一直在屋里面没出来，所以我们不知道后面有什么。我觉得何可以先排除。你觉得呢？我也觉得。案发现场到底是不是那个卧室？有没有可能他就直接死在了张的房间里？哦，你就说他找张的时候就已经被张干掉了，是这意思？有这种可能。如果不是第一现场的话。 我觉得有2个可能，一个可能就是说去过的人稍微修改一下去过的时间，但是结果是不变的。比如说像甲，那他也能修改。好，我们还需要知道一个，就是谁更有可能利用这种方式去杀人。张和甲，他们2个对这个世界、对这个疗养院比较熟悉，这他一定是很迫切的，而且必须要在今天解决。好。 那我就投，先投一个再说吧。就是假个张呗，还剩50%。就你了，小伙子。那我们就开始我们喜闻乐见的搜身环节吧。茶余饭后之后，果然要搜身了，快搜一搜！我只有一身的清香，啥都没有，没有，走了。 快走！别动！痒！你干嘛你？你肯定在这儿。真没有，我怕痒。没有吗？真没有啊！我是真的没有。哎，怎么都没有？我也没有啊！啊，我也没有，我真没有。啊！今天搜身环节这么没有收获吗？我当侦探就这样对我吗？你身上有没有？那我看看我身上。肯定在你身上。 真没有啊，那进去吧。哎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吧。哦，对，假跳舞说他有做一个视频，我们先证明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有做这个视频。MG 疗养院的密码。NZND 的出道日 ，NZND 或者一出道日没有英文，能英文吗？不对，我最难过的一天，密码提示。我最难过的那天。 就是你发现他是个坏人，你一直相信。不是，就是没出道没成功的那天。不是。哦，我知道。那个你太太走的那天。他太太走，我难过。你为什么不难过？我太太走，你为什么不难过？你做个人吧，你研究的那个机器，你研究的那个机器，很难过。我知道了，你找不到何美男那天。 河北男也不是，去假的房间搜一下。哎，这有个手机。谁啊？ 叔叔他什么时候确诊的？2059年4月1日，我最难过的一天。2059年4月1。谁确诊的呀？叔叔他是什么时候确诊的？他是什么时候确诊的？所以你最难过的不是你确诊的那一天，不是你确诊的那天。不要问我。何美味，我一边给秀秀剪指甲，一边给她讲我们之前的故事。她看到我很开心，但是不记得我了。以后我每个月都会来的。叔叔，你要陪我好好照顾舅舅呀。那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这些事儿呢？20590401。哦，开了！哇，你最难过的一天是我舅舅确诊的那一天呢。 那我点喽。我是这个团的小妖，我是何美男。然后我今年是18岁，我是这个团的门面担当。我觉得 No Zone No Day 是我们这些所有人的梦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No Zone No Day， Why You Try。其实我的梦想已经被毁过一次了。 所以我不希望我的弟弟们再被毁一次。我没有做过、啊，没有过，天生天然就是天然萌，多可爱！哥哥，你比我长1岁，这果然是社会经历比较丰富。我也应该谢谢部长。今天是一个抢头条的好机会，是吗？对的。那我也要抢，你们听。如果现在这事儿捅出来，今天晚上演唱会就砸了。犯了错就必须付出代价。我们一生坦坦荡荡做人。 认认真真做歌，并没有人相信或者是期待一个艺人或者一个组合10年之后还可以红，还可以开演唱会。这个演唱会纯是一个花钱的一个买卖，但是这是姐姐的心愿，所以我一定要为姐姐完成这个心愿。NZND 红遍大江南北，但是现在我们在榜单上起起伏伏，甚至稍不留心就会跌出前10，这个对我们这件很痛苦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也非常努力的在营业，希望可以往上升，包括带动我的兄弟萨维夏一起往上升。我身边这位是我的老搭档了，何美男。何美男，我很喜欢你。哇，我好喜欢你们啊！ 大家好，我是4000年1遇的何美男。即使你忘记了自己，哦，我们也不会忘记你。忘记了自己，哦，啊，想起来了吗？啊，啊，你忘记自己了？